他八九岁大，可是身手不凡嘛。你们看他手上这把单刀，被他耍得闪闪生光。无论是劈、斩、挑、刺、磨，招招利落，劲道十足。 告诉你吧，原来他就是八岁时候的武林神童李连杰，现在已经是国际知名的武侠巨星了。这节片段就是当年他跟中国武术团来香港，在星光戏院表演的记录，当年已经轰动了香港的武术界。 引起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。